哇，今天二弟带我来吃这个合肥特色地锅鸡啊，咱们今天品尝一下，打卡一下啊，跟阿谦的视频走一走，走走。国庆节期间啊，吃一锅送一锅，水果免费啊，店面特别的敞亮啊，特别的干净卫生，看一看，特别有这个乡村的气息。猪手哇，麻辣鸭头，这是另外点的餐区啊，还有凉拌菜啊、哦，还有炒菜，太丰盛了。你家的地锅鸡是吃一份赠一份是吧？是的。那个国庆期间这个做的活动可能是啊，再然后今天我们点了一个地锅鸡，再给我来份羊蝎子。好的。完了之后再来点青菜。好，谢谢老板啊。哇，里面还有贴这个大饼子，哎，我瞅着色香味俱全呢。今天真的太丰盛了啊！一锅地锅鸡，一锅羊蝎子，还有这个红烧蹄筋，还有小菜，我二弟真的太敞亮了啊！咱们来个地锅鸡尝一尝。这是我们家特色，来来来，没有吃过地锅鸡呢，到时候可以品尝一下啊。那没有公筷，我给你加个组合。不用公筷，不用公筷，不用公筷，自己筷子。我天哪，我搞着了，不好意思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个饼子，这是精髓啊，精髓。我们吃地锅鸡必须的嘛，是吧？对对，必须要吃饼子。嗯，我也来一块啊。嗯。尝尝我们安徽的特色，有一种麻麻的味道。来了，这边。哇，非常入味，非常入味。然后再尝尝那个羊蝎子，太香了。我来用这个没动过的，我来给你弄，我来给你弄。来来来，给你来份大。来，尝尝我们这边的特色，这个没动过。看看味道怎么样。羊蝎子，我也来块饼，我喜欢吃的饼。嗯，真的特别的香。嗯，我感觉都是有一种麻辣的感觉，是吧？稍微带点麻辣。嗯。麻辣的，非常的开胃。哇。这是安徽的特色，感谢二弟这么丰盛啊！没有，招待不周，招待不周，太丰盛了。没有，你多吃点。来，这个，来，浅尝啊，浅尝，还是那个干杯啊！哇，来了。饼子地锅鸡的精髓，饼子地锅鸡的精髓。嗯，哇，太棒了！它这个，这个吃这个地锅鸡，还有这个那个羊蝎子的精髓，就是这张饼。对，太香了。嗯。非常的筋道，再来个鸡翅吧。颜色特别的红润。对啊。嗯。跟我们东北就感觉炖的小鸡贴的大饼子差不多。但是味道绝对不一样。牛蹄筋，哇，红烧蹄筋儿，嗯，包住，来就买牛蹄筋啊，非常的筋道啊，太过瘾了，嗯，再来一点，Q 弹。这是那个羊蝎子了，羊蝎子。
香火的天哪，地锅羊蝎子，哇哇，嗯，这个大块，咱们直接用手吧，我感觉。对对对，我也走了。哇，肉特别硬啊！嗯。哇，来老铁，那块羊蝎子炖多少的？哇，这羊肉真香，带点骚骚的，我特别喜欢吃骚。我感觉他家的羊蝎子味道比地锅鸡还要香。对对对，我这个羊肉多一点。嗯。今天真的是贵了，哇！那你们继续弄鸡爪。非常的劲道，这是地锅鸡的精髓。真的太香了。色香味俱全，来，兄弟们，鸡肉特别的紧实，好不好吃？多酸奶，好不好吃？我这好不好吃？凤爪。蝎子是真香啊，嗯，太棒了，多吃点羊蝎子，小鸡腿，嗯。丰衣足食，哇，干得大汗淋漓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喜欢阿贤的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感谢二弟。